这些东西，超市一大把，路费都不止这些了吧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？本来贾帅好不容易过生日，我们小两口要去出去浪漫一下呢，你倒好，什么时候不来，要今天来，计划全泡汤了。我知道儿子今天过生日啊，所以现在过来啊。以后你来我家，必须要经过我同意，跟我打招呼，懂吗？